富里乡0918赈灾复建工程陆续完工，不过有居民向乡长来陈情反映说，工程完工之后下田路线没有施作完成，而乡长得知之后呢，也赶快现勘，并且责令公所建设客和施工厂商赶快改善。富里乡0918赈灾复建工程陆续的完工，不过有居民就向富里乡乡长陈情反映，工程完工之后下田路线没有施作完成，乡长得知后立即现勘，并且责令公所建设客和施工厂商立即改善。哦，到时候我也在收。这个我拿掉，我现在是先省一点啦，还要挖深一点，哎呀，对，尽量挖深一点，因为到时候排水的功能会降低啊。这个会增加。江东城帅秘书张义明、建设科长陈丰燕立刻安排吴江村村里联络道路0918赈灾复建工程、中心排水0918赈灾复建工程以及布里村图书馆下边坡挡土墙，还有丰南村花八二线挡土墙赈灾复建工程等等。现在核定下来，我们现在设计要怎么样？就现在去建没？新的来设计，新的要设计啊。哦，就是我们可以先交给他的吗？还先请他规划设计？江东城说，透过实地的现勘，能够亲身目睹问题，并且提出适当的解决方案，来确保每一位居民的权益得到保障。记者高双双富里乡采访报道。